慧兰天生是一个老爵士的一个，也是一个爵士乐团，因为他属于比较偏于个人的乐团，所以我们到最后变成把他改组了，他把他在真正隶属在高雄音乐制作上面，所以我们把他命名为高雄市音乐工会诺曼大乐团。Big Band 在整个台湾来讲的话，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年轻的。那我们现在诺曼乐团是希望说，因为 Big Band 爵士乐团里面的表现的音乐里面是非常丰富，它大乐越大乐团，它的声音和声是越漂亮，它是小组的乐团没有办法，那种音乐没有办法比得上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只希望把那种乐团里面，像交响乐团那种和声是非常非常美的。那我们是把这种乐团、那种爵士乐的那种美的声音呢，我们希望它一直传承下去。